不要拍了，我就不跟你这样的人混在一起，非得要去挖地三尺是吧？有些人他就是无赖，不应该去忍让，那是你最应得的。一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；二，你不是我的同事。也碰到一个这么嘉宾，你让我怎么玩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火没有烧到谁手心，谁不知道疼。我的脚都可以抠出三室一厅了，真的是。主播，我很开心呀！哈哈看我怎么样？挺晕了，挺晕了，气晕了，气晕了，要晕倒了，晕倒了！别别别别别别！踩刹车，踩刹车！我最近这三五年，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定要活给自己看。我就想当我自己，谁都没有我漂亮。我有1000万粉丝，把养老钱挣够，挣500万。你要学会生气，生一分钟的气，生十分钟的气，绝对不能生两三天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我过一辈子还不图个舒服。